gotta say it twice, it ain't my fault. Every little thing got a price, that's what I thought. That's what they taught. Hello， 我现在在香港机场，然后因为我今天提早到，所以我就自己先 check in 了。然后现在大概是我这三年来在香港机场看到最多人的一次。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2023年的第一个 clumsy 的事件，就是我刚拿这个餐准备要走回位置上的时候，我一个华丽转身，然后我的咖啡就飞出去了，然后就洒在地上了。然后我说了嘛，今天很多人，我是被很多人目睹了我洒了咖啡。对，其他人的话应该是约了8:30会来机场，但是他们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 check in， 所以。我是素颜，然后他们都化妆了。我跟 Hannah 都素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在车的 makeup skill 很有信心。可是你今天几点起来化妆的？我今日7:30先起身。啊，系喎，你做冬春，我都差唔多，我都差唔多。我個台證好似出現咗少少問題，但我知道台灣嘅入境處係會俾我入境，因為佢知道我今次嘅旅行係要去扮月老。希望月老會睇到呢條片，得閒嘅時候就幫幫我。老实说呢，我们现在已经正在登机中了，就我们还在路上，像我们平常一样啊，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出门口这种、啊。我们是 deadline fighter， 都已经最后召集了，还在合照。好厚實啊！俾少少時間我，遮住先。佢唔係淨係芝士，佢落咗 cream， 即係佢有落 cream 咯，所以佢有嗰陣 cream 嘅奶香味。咁應該係噩夢咯。我覺得係好飲嘅，我試埋個茶先。哦，我真的 low 點啊！佢又跟住食，跟住食 low 完啦 ，low 完。佢好飲咯，佢個綠茶咧係有少少日本嗰只綠茶粉味，但係佢唔會太抹茶，佢都有少少綠茶嗰陣清香味，即係佢未烘焙得曬嘅味。哇！過嚟，過嚟，樱桃雪啊！我去，我覺得佢個奶蓋抹香嗰啲咁，佢茶超好飲，綠茶，佢個茶超好飲，佢個茶真係好飲。要吃的零食们，然后我想跟大家讲，我挑了一些就真的很台湾的零食，可乐果啦，然后还有这个非常复古的麦克鸡块啦，这个满天星啊，鹅阿珍 ，Witty 喜欢吃的鳕鱼香丝，哎不对啊，但 Witty 也不会住，对，算了啦。要给我们的香港同事一个 full experience。他今天要抛弃我们，他这样一个来做酒店，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礁溪，所以就特别想要自己来泡温泉，是不是？对，是不是？很开心。然后我特地想要上来 sneak in 他的房间看一下他的酒店到底长什么样子。对，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们在上网看这家的评价是真的蛮不错。对对对对对。我冠军，我冠军。哇，你一个人住哎？哇，欢迎来到我的房间。Oh my god! Oh my god! See? Oh! Oh my god! 你一个人要享受这个温泉，拍手。
快速的给大家一个 room tour。那我们这次的房间呢是在 Hotels Combined 上面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面有很多比价的功能，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一次过筛选你想要的酒店，然后同时间在网上找到最好的价钱。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两个一起找的。对，我们带大家很快的 room tour 一下。那个厕所是最有特色的，因为礁溪最有名的是温泉。嘿，然后，我想要你等一下拍一个那个照片给我看，怎么样？好啊，但是没有我多，只有这里满水的。然后你这个床也太大了吧！哇，它还有这个耶！这什么？泡汤用的，对不对？对啊、哦，好想要哦！我自己带了两个浴球哎！哦，真的、哦？对 ，Lush 吗 ？Yes， 我应该要邀请一个男伴来的。嗯，倒没有。请问你面前有一个人，你不邀请我，你要邀请一个男伴？对。而且这个地方很大哎，这个地方比我香港的公寓还要大了，我觉得。真的，我可以摊开大概。你可以铺一个瑜伽垫在这里，你好好享受你的那个酒店。哎、欸，你等下可以多拍点 clips 给我吗？我想要看你在这边生活的样子。我在这边身边生活三天两夜、okay ，很开心哎、欸。Witty 的独居生活，对，我要拍了，然后会放在这个 vlog 里面。台湾啤酒，来台湾就是要喝台湾啤酒。过几天要到28度了，各位。这个是四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来，其实最大的目的，是个嗨酒。我们明天要用嗨酒来分组的，各位。The wedding 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更认识彼此，然后分组讨论一下，就是今年最大专案的议题。总之就是一个吃吃喝喝，但是又很严肃，在讨论，有讨论的感觉，公事的感觉。对，我现在跟思金过一下明天的流程。即视感。其实每次跟公司出去，我们都是不断的被喂食。我只能说，去一次公司的活动，可能回来会胖个3公斤之类的吧。这是我们的民宿，哇！来突袭！哎，是不是老天啊？狡猾的镜头。第一时间有没有咖啡？我刚好咖啡应该还没有，所以呢？你在喝什么？没有，刚好里面哦。佢哋为咗你嘅特集，我每晚化妆瞓觉。我惊听朝佢一起身都扎咗啊！呢个系炮具，呢个系房。香港打拼，辛苦了！祝贺！就是我们每满2周年开始，都会准备金给伙伴，上面有专属的名字跟年份。哇！还有！耶！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时间那么快，真的。大家开会工作很快，太辛苦了，很快乐，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可是我以为我已经5年了。加入是影片，是影片，这是影片。加入我们吧，请 follow 吧。我们要一二三，然后这样子，1、2、3。哎，不是，这样，对对对，好，1、2、3。
Hong Kong cosplay。我们现在去放刚刚在夜市里面买的这个叫什么？仙女棒。但是呢，我们要等人下来，所以我们叫他下来。好，好美啊！好来。OK， 哎、欸，下来一个，好，再来一次。快掉了，快掉了。快快快快！我那个金斧。好，我来，我来，哦。好，你来两张照片，你来两张。我来接。新蕾，不玩了。我是仙蕾。仙蕾吗？你谁是仙蕾啊？小石兰，重获佢嘅魔法啦，小石兰。离开呢个地球啦，大家。点唱啊，缺爱。我离开呢个地球啦。顺顺利利做自己想做的事，大心理人们都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有得瞓觉，加油，唔使半夜追片，加油！我们现在离开宜兰回台北了。我们今天剩下的行程就是吃完午餐，然后就是晚上的尾牙，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真的全部公司一起的尾牙。好了，大概就这样子，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拍了什么，感觉有点零碎。拍了什么？我就很零碎，很零碎的拍。欢迎你们，希望大家喜欢。下次影片见，拜拜。사랑한다고말해줬다면믿어줄수있겠니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은너만고통받고있는게아니야나도아파 yeah baby